哦，他说今天三人房有问题，所以升的四人房。是啊，赚到哈。那你可以开，你要去三楼，可以开风景呢。你自己看，我要当电梯小姐。电梯小姐啊，请你和樊执行啊，他们要讲两楼，要准备生 baby， 所以他会很生气。这样，等下母猴会不会来找我？母猴找爸爸对啊，因为爸爸他们会找最雄壮的猴子。爸爸猴子他们会找最厉害的公猴。737。这样吗？有，他有箭头。开灯。要注意哦，在电梯写什么？现在是爸爸繁殖期哦，窗户要关起来哦。把猴子放进来。来，妹妹拿去，你帮姐姐录。为什么我是摄影？那我自己来录。好。我想录。那、啊、你们一起录啊，跟姐姐一起。跟姐姐一起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那现在。好，来，坐去妹妹旁边，起来。妹妹过来。啊、要拿什么？你要拿什么？你要拿三轴吗？是。拿去。那自己来。给你拿。啊，你要跟姐姐一起录，也要录到姐姐。那我要脱外套。好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是我们的房间。先录下那滚滚滚的，快点。不用，来。快啦。来，请看。猕猴滚大床，窗户记得。窗户记得关哦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房间的部分，这边是门口，然后跟我走。杯子太慢了。我要来一次。我们来到了浴室，这里是浴缸。过来，哎呦，这边是马桶，这边是洗手台。洗手台，好，走。这可能会有点歪。这里是衣柜吧？对，衣柜。或是放一些拖鞋、保险柜的东西。好，这边有个小冰箱吧。这里，这是一个小冰箱。对，那小冰箱。好嘞。要入我，我开始。这边是茶水的部分，可以自己泡。茶水可以自己泡。好，这边是垃圾桶，垃圾桶好小哦。这边呢，是我们的遥控器和电视。电视好高，好高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我们的阳台，这里看出去可以看到两张双人房，双人床。然后这边有水果，然后呢那边有垫子，对，水果那边有垫子可以坐下来吃。好，这边就灯而已。灯好，来妹妹。喂，你好。你是郭台铭哦。嗯。我差点你的手机都打了。哎、欸，你挂好电话，郭台铭。郭台铭挂好电话嘞。反正妈妈也不会投他，哈、哦。啊？总之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帅片就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，而且是发的小铃铛可以刷新片通知，还有请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怎么看？